相信大家对丁氏兄弟都不陌生。我们手持这一是这一季大北区夏季最困难的比赛，也是最大的歌会，当然也是歌数最多的。那我们请教 丁理事长，这个鸽子的成绩是怎样？也一点关系相关冠军，综合综合金，综合阿坤，规划总共等来八奖，这么困难的比赛，请教理事长，咱这个分奖有什么特色？这个困难的比赛，困难是我迄个什么时候碰上的活动里底，一个是对迄个足不气候的天气吼，跳出到这款困难的更加，就是本来就是伊较拿手的，伊这系统上、系统上的跳线到几只吼拢很高，几只迄个老母吼，你讲去讲几只。一只什么树叶，空山的竹片，一只本来比那个创造者，那是算创造者比那个一半的下品，一只的老哥就做出全会，嘛是同款三冠单冠冠军，阿嘛三冠迄个，加拢总都系三十只，三冠都系三十只，你三冠中奖的嘛是足大个。南部上创造的是创造者啊，三十只，我一届都系三只，到三十只，各位残存三十只，然后理事长的鸽子到三只，三只啊，综合冠军，第三冠军，一定三定五定，还有综合几定高定，一定高定十定，啊，这只老虎就是做出一只综合，做出一只综合的对吧？同母，同母，刚。所以说非常了得，非常厉害哈！一个鸽子，一个母鸽子能够这样子的话，确实是一门功夫。那感谢大家，也感谢理事长跟丁氏兄弟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